主料码头运一条辅料油准备时间十分钟内制作时间十分钟内码头鱼洗净热锅凉油把码头鱼放锅里大火先煎一小会儿转中火煎到鱼底部微黄翻另一面翻了面转中小火慢慢煎只是煎好的一面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装盘烹饪技巧锅一定要烧热煎出来的鱼才不破相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